立冬真的有，哇塞！不过我那个新闻有点真的太荒谬，新闻网，所以说大家会想点开，对，所以新闻的主题要够耸动，够吸引嘛。先看一下新闻内容，来来来来来，张立冬黑历史曝光，日本牛郎店跨国打工，笑笑才超对我，哎，你们在皮皮向上攻击，好笑啦。深呼吸一下，说他皮相不好，被退掉。他那个42,000多个哦，点击率哦，笑死了。所以有那这个内文也很好笑，最后名的4倍。对，很多人想去日本啊，想去当牛郎。我们来看看这个讲内文的内容。被广大乡民封为全民禽兽的张立冬，撩妹相当有一套，跟拐拐啦、小茉莉啦、方志友啦等知名女神都被拍而登上周刊版面。日前。被网友爆料曾在日本当过牛郎，哎呦，据传太瞎了，这太瞎了，这有人会信哦？屁嘞！据传很屌，据传张立冬当时在日本花名为东方蔷薇，本来应征服务生，但因为太爱撩女客人，功夫了得，常常是被道具逗得女客人呵呵笑，因此被招募成为牛郎。最后，但皮相是不好，业绩太差，又拒绝公司签约，而惨遭公司以赔钱牛郎名义解雇，恭喜淘汰。你看人家这个每一个都帅爆了，太棒了！我的头发也太不搭了，跟他们差超多。天哪！这段惨遭起底的黑历史，目前尚未联系到张立冬经纪人求证。当然，如果属实，也不让人意外。外表平庸，却如此精通撩妹术，一直在攻击女人缘好到观众众多的男人脸红论把妹，的确是综艺圈第一把交椅。可以了，可以了。哇！所以还是有这个捧一下你，捧一下。这真的太好笑，这个是真的是赔钱牛郎，这个太荒谬了，皮相太烂了，要求整形皮相，然后又拒绝赔钱牛郎，网友怎么说你知道吗？哦，在招牌上太格格不入了，哈哈，真的太不像了，太不像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还有一朵花，然后我都完全没有。你是东方蔷薇，你还没花？对啊，东方蔷薇。这妆法不是日本人的菜啊。对。哦，然后又说日本牛郎都会化妆啊，然后再来，这身份也太屌了吧？但凭什么叫东方蔷薇？真的，凭什么啊？啊，在最后一行比较重一点，他说：“丑男当道。”谁太过分了！这个新闻出来，这40,000多个点击率呢。不是，这个新闻很一出来，我的很多朋友真的讯息我，说真的假的啦？哎，然后什么？他说你有这一段黑历史。对对对，大家都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超多人。而且不是只有你朋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讯息我说张立冬的是真的吗？就大家真的很关心他。等一下，罗丽塔，我有看到你分享这则新闻，我觉得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我分享以后，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当真。而且还有人私讯问我说，比如说他说，那个你们那个待遇怎么样？需要会讲日文，有兴趣？有想要从业？想要从业？哦，太好笑了。然后说我虽然进不了综艺圈，我可以先从这个日本牛郎先干起，从牛郎当起，很可爱的假新闻。好，所以我们面对假新闻有时候一笑置之，对，自己的判断力，看看就好，有时候看看就好，也不用太走心了，真的，对不对？但输的我们只也还是要走心，必须要吧，是要惩罚一下，走惩罚，来。这个要跟我们这个，因为是烙人口实嘛，所以要跟这个很恶的假舌头舌吻哦，这个假舌头是跟张立冬借的嘛？对对对，没有，因为就是因为说要跟第一名学习，所以要立第一名咬着，然后跟最后一名拉锯这样。第一名，那就是你要他第一名也没什么好，咬着跟最后一名拉锯这样。两位，到这里拉一下，拉一下。怎么第一名跟最后一名拉锯的啦？对，拉锯好你送。你以为是结领呐？不要喝汤的，来。为什么？好恶心！我第一名。等一下，你以为这是我牛郎的日常吗？你们东方蔷薇上班喽，情侣装的。哎，哎呦！真的哎。
是小白，小白弟了。东方蔷薇出勤了，来有感觉。来来来来来。十秒，哇，好笑！要含住，含住。十九、七、六、五、四、三、二，谢拉，好，时间到。谢拉，谢拉，看了什么？啊，那是你东方蔷薇该做的事，你的日常一个蔷薇啦，都这样了，都这样玩，基本上是的。古惑仔来喽！爱在风里，仿佛双膊契在面对。流浪日子要再伴随，要与人一世。听见的声音已在感慨，彼此为地望必相距。凝望日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隔壁借个火吗？你要按住，按住去引火。对，旁边姐姐，按住。啊，你我们是红星古惑仔。好突然啊！你轮到你，下手。我讲出这个名字啊，甚至连大热门的工作人员都会觉得很可怕的，是吗？就想想看。驼中汤，驼大哥是吗？对，小安哥。哎，他这应该算脾气不是那么稳定，因为他只要很保守，因为脾气不好没有关系，他不稳定就不稳定，哎，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啊。然后亢奋的时候就很可怕，而且他只要脸一沉哦，我跟你讲，很多工作人员是不敢跟他讲接下来要干嘛的，对不对？我其实简直是堵住我的演艺圈的生意。重点是因为我跟他一起主持嘛，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就会有很多女来宾嘛。然后呢，那个女来宾只要想说什么，哎，我喜欢幽默的男生，只要一幽默，他说，哎，我们这边最幽默的立冬，哎，来来讲笑话，讲笑话。然后那一天有可能有五个来宾，我就要讲30个笑话。然后讲到已经不，我已经在旁边跟他讲说，就是没了，压制一波嘛。他就说，我跟你讲，立冬真的很会讲笑话，又是你，然后把推出来，然后在那边不是听我讲笑话，是在看我笑话。那我就觉得要看你笑话用完。对对对对对，然后重点是不会了，人家给你表现机会，是是，然后跟他相处，你现场来，现在讲一个，可以用一下，来，直接来看直接。连他都敢下来，看我们看被吓不得下来。嘿，你们真的是下他等于就是在狮子上面拔毛。那你死定了！我的秘密武器是这个。他怕了，好像哦。康哥的天敌。
就是老鼠。一只狮子怎么怕老鼠？就把老鼠巧妙的放在我们路人前的便当里面。好，你真的疯了，这个冰箱你看，有尾巴，然后又有这个头，有头有尾，好，爱鼠便当完成。还够一只了吗？来一个。不行，我好滋啦，好不滋。这么多奇怪的人，为什么争执？我不知道，跑掉哎！好了，奇妙，这样会心脏麻痹的，是不是你的网络节目？哇！我是不是你？我没有网络节目啊！我自然是笑，还笑。我不能发，我说你会关心我录音录的好不好？我会关心，还关心我吃不吃便当。没有啦，没有，不要吃的，真的啦。这是阿碧，告诉他，爱死他。中康，我今天就是要惩罚你。刚刚那个啊，我本来觉得是下雨地，然后声东击西。结果失败，特别是你的人好事都没办法都是玩具啊！他要杀死我，我先走，我先走。为什么把大哥搞得这么强啊？给他变脸啊！不行啊！老三级，他是强到不行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爱输你了，是输定了，变态。都要死定了！来了，不跑啊！还有在旁边进来，小哥，他真的很生气耶！你给我道歉呐！道歉了，你们可不简单。欢迎我们大热门，不好意思，然后这个单元是那个连他都敢下，老鼠这个 idea 是他想的。没有没有，我是说，真的是他想的。我说你怕老鼠，太恶心！你刚刚有，是整个头发瞬间你有站起来的头发，不会流汗，而且感觉被起鸡皮疙瘩。大热门的，对，那是看他的。没关系，我爱。所以当火中汤以为都结束时，张立东还有下一阶段。好，我今天在演艺圈的绰号叫大胆东，这个天上等于我是向天借刀。好了，听吧。
对，你在这霸气了啦！懂，我们懂。后面，这样要上。还有三十八，三十八。谢谢哥哥。赶快，还是跟我走，我下去。哎，后来他慢慢也，因为就是那一刹那会吓到，对，后面就没事。他也想说啊，立冬也是上通告啊，对啊，就是帮帮忙这样。可是那个老鼠是我其实已经放弃了，哎，因为他一直不吃。你像老鼠，我已经直接跟他讲说，哎，这个就是我本来要整你是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一拿出来，他整个人，因为那个东西是对他来讲恶心的东西，对啦。哎，如果他真的吃到那个便当，他真的会打你。他说，我跟你讲，我死定了，你完了。今天那个掰开来，刚你冲出来那个我们。最害怕不是这个，而是因为阿翔，因为有拍到，哎呦，然后整个人拍到，没错，哎，这个意外的惊喜，震爆水枪，到处乱射，那我没有拍到水枪本人。哎，艾比，你是什么星座的？双子座。哦，双子座，好星座哎，双子座就是双子，双子想跟你双双对对生孩子。关灯就是生孩子啊，那就是答应喽，成功！哇，转角遇到爱，师妹，你是什么星座？双鱼座。双鱼座就是浪漫。那你知道我今天有带一个礼物给你，猜猜我带什么？我带 ski。那你是什么星座？牡羊座，开朗热情，所以才会应援。没错，说立冬加油，立冬加油。最爱密室脱逃的艺人是谁？是 you。为什么？因为 I miss you， I miss you。看来再去找下一个。哇，这么漂亮，是彩华姐。我们要干嘛啦？你不喜欢从后背来？喂喂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从后面抱住我。哦，彩华姐第三个星座射手座。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遇见你之前我姓张，遇见你之后你猜我姓什么？遇见你之后我兴奋。我还是性能感好了，你还是性无能好了，你再这样讲，性能不要吃太多，我性能感会很重，讨厌你再这样，好可怕，射手好可怕，到处乱射，你不要怕。哦，露露，金牛座的女生爱钱，你一定会让我心动的，因为我名下房子有一栋，我名下房子也800栋，我看你是脑子有洞，哼。哇，嘉颖比上一个漂亮。我跟你讲啊，这个水瓶座的女生啊，就是最独特的星座。那你知道呢？像我这种处女座的男生啊，一点都不独特。嗯，为什么？因为我独独缺了你。对对对对对对，像肚里的心。你们后面还有人，我一波未平，又是关系人，一波又起波。里面这位是。我是气质美女，你最爱，过年都去老家跟你三重奏。张家人是对我爱不释手。哇，张家人都对你爱不释手。搬出家人，家人的啦，真的更熟了。就去我家过年的就只有那几那一个啦。那几个？今天等埋伏了一堆哦，好像跟你有点瓜葛。对，都有，都有。一定当中有埋伏一个真的。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我觉得看他，你看他的身体，都在观察他耳朵有没有红。对，哦。哎，你以为我们都做节目，我们都看得出来你在搞什么？他见过在抓我这段，我是不了解男人，他见过多少男人？推给我。那腿一开他就知道才是。对，你动作一打打。妹妹，伯伯。好，既然如此的话，请关系人出场。你自称干嘛穿这样啦？是立冬最爱啊，对啊，因为刚刚听到那个说什么，就是去他家，可是又没有去过他老家。哦，对啊，我才是吧？对，而且就其实我们私下也会约吃饭，然后之前他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喝醉酒打电话，我也接过。哦，好，你是群聊什么啊？我不是唯一。你跟他这一段有多久是吗？就是其实有点快，就快要结束了，因为他最近开始大尾了，人红你知道吗？哦，就是约会变大尾了。哦，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对，就是他们也很难约。真假的？他讲我难约，他才难约嘞。你最难。
男？没有，因为他都要开电玩那个电竞直播，哦、直播。好、哦、啊，他要实况，他要打游戏给别人看，所以他几乎是没有是没有自己时间的。你不太吃辣的、啊？怎么？对，你怎么吃两口人中在冒汗？哦，冒汗是因为这个啦。哦，他紧张，表演表演。今天阿乐也要来一段。对，而且这个表演是我特别准备的，我是为了他。然后，因为我以前的表演都是什么钢琴啊、小提琴，这次我就是为他准备了。别的，等一下再谈。你会的东西这么多啊？对，从小也学音乐。对，就是从小学的，但是这个是中式的。这个乐器很适合他，来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立冬欢乐颂》。哎呦！哦，哇靠！哎，鱿鱼游戏，一二三木头人，哇，还两只，哎呦，咬咬也来了，哎呦，哟，爱陀螺锁定的，我们不是关系人。撩妹王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告白被打枪容易叫人悲伤，住过你家的好多。每个人都约，哎，你好像阿静哎。迎面而来的走心像放瞬即，可惜不是你陪在兰兰身边。绿豆，别忘了你的情敌，周一峰在想你。周一峰，哎呀。居的姑姑阿姨，又讲一遍，你姑妈，我姑妈，你安尼袂使。
处理。来，很有乐器在唱。来处理，琵琶手，请坐，请坐，不要客气。Heidi， 很漂亮的叫 Heidi 呀。琵琶弹得真好。对啊。我来询问一下，你们两位，张立东有没有跟你要过电话？有没有？我很想说有，但没有。没有。来，瑶瑶有没有？还好没有，你也没有，什么还好没有？没有，全台湾艺能界女人都被他要完电话，你俩没有，就我俩没有，对啊，嫉妒而生恨，对对，因为由爱生恨的恨那是更恨，对，那这两个人由于爱不到立冬，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鱿鱼游戏》，对，然后里面讲了一堆什么，哇，真的跟谁都有一腿，对啊，过分，真的，什么立冬快走，好像被火烧掉一样，不要回头，所以当中还诵经，立冬啊，你喜欢吗？立冬你就快走，立冬你就快走，对啊，其实阿乐是难过。我就是想说，因为看完前一段的表演，就是第二首我拉的超起劲，那个大悲咒，我就是用生命在拉。我们彩排的时候他就用生命在拉了，好不好？对立冬熟悉吗？有看他的那个节目。有看到哦，啊，怎么突然间就来了？我们去哪里找来的？这么漂亮，怎么有这个美女藏在民间呢？你运气好。听到欢送立冬，我就想赶快报名这样。我是你的理想型，是不是？哦，那个黑板上这样写，我觉得他是好好先生，好好先生 ，Yes man， 从哪里看出来？感觉他脾气好像蛮好，有很亲民，下面很活泼。歌词乱写，脚啦，我脚啊，脚趾很活泼，因为很会走健康步道。对啊，对啊，我很喜欢立冬哎，其实我希望那个汗点可以再多，但他没有吃这么油。没礼貌，油锅鱼，算了，他是鱿鱼的油。你一转身，他就不敢动，因为一二三木头人。我姑妈的，救命的，好，有意义，他唱的真好，对，而且他们两个还生气呀，是不是？所以因为他们两个本来他们有带感情在唱啊，对，很气。但是鱿鱼今天哈，鱿鱼他内心也是忐忑的。啊，立冬，等下可以交换电话了吗？哦，对，他真的有动感情，对对。他只给我 IG 不给我电话啊，等于是变相打枪。要诚恳一点，那就算了啦，没关系，好不好？我们也想见到你半夜打来装可爱啊。对啊，对啊。哦，看到你我可爱不行了。没有礼貌，回去写歌，写一百首。你还是要留他们的电话，都是艺能界的朋友，像一家人，对不对？对啊，喝很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火锅啊。勉强，你有看到吗？对了，好了。对啊，很重要嘛。你万一喝很醉的时候打过来醒酒啊？什么话？立冬这边有问题。哎，什么问题？哦，我是想说，就是他刚刚拒绝他，那我想说我会不会被拒绝？哦，你要试看看看。哦，因为他刚问我说，那我可以加赖。我跟你讲啦，你叫什么？海底，海底，海底，还不知道叫名字，还很撩。因为第一次见面啊，海底见面啊，海底捞，海底。我跟你讲哦，我跟你玩剪刀石头布，不会出剪刀。嗯，好，那你帮我拿一下。好，为什么？人家手在拿二胡表演啊，就要表演，你怎么走心啊？人家没手啊。对啊，对啊，我不会出剪刀啦，我只会出这个跟这个。哦，好，因为这个是拳，这个是布。好，因为你是我的全部。You are my destiny。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哦，对不对？行吧，还不错。好好好，这么大这个是，你看这么大关键字叫做“女人不用那么累”。哦，因为在疫情期间哈，那个狐狸是脚滑，哦，立冬是手滑，哦，所以我常常手滑，滑了很多，而且我滑很多，我是严选，哦，不是乱买哦。女人不用那么累，那我已经知道了，洗衣机啊，我跟你讲，洗衣机很重要嘛，错，但有一点相关，答案就是这个，哦。女人不用那么累，哎呦，晒衣服的东西，晒衣神器吗？看起来很累啊，还是看起来很累，对不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哦，整个台湾的是寸土寸金，是你要晒衣服，我们的空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可以用最小的空间晒最多件衣服，这么厉害？它一排有八件嘛，八三二十四，一次可以晒24件，然后它不只有这个，有没有？我们这个悬臂式的。它还有这个，很到底有多少？独立式八件，是哦。独立式，那一般我们在晒衣服有没有？像我这样一个人是，
其实你如果家里有另外一半的话，你在晒衣服的时候，你可以拨开那个衣服，嘿嘿，你看看我，哎，我看看你有情绪，情绪。可是我拨开了，我都看到。一个简单的晒一下，可以跟他介绍这么情色，对，我就觉得有趣。对，那我拨开的都是看到对面的邻居而已啊，没关系，所以比较空虚。可是为了要节省时间，这个叫一秒晒衣架，一秒就可以把你的衣服收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你能试试？不用再了。我们现在这示范这个哦，这个是浴巾嘛，一排有八件，那我现在先挂个5件看看而已，好不好？来喽，眼睛不要眨，见证奇迹的时刻。3、2、1。节省时间的，哥收了就不是衣服，哎呦，哥收了是舒服。哎呦，疫情期间在家想了超多梗，有压，对，这个浴巾，大西洋时代，这个浴巾有点香，浴巾香，所以啊，去查大西洋时代。而且你们不是啊，这样衣服晾在上面会干吗？会干，因为它是用那个，它有那个力学，所以它是最节省的空间，可以挂好。那衣服是怎么上去？为什么可以直接这样就收下来啊？你这样，也负责任，马上就上去了。那你可能会纳闷说，哎，立冬，不要那边开玩笑，浴巾比较好收嘛？对呀，简困难一点的，我们把难度升高。哦 ，OK。牛仔裤裤类的，裤类你有时候会夹一些东西嘛，它也不用夹，它因为它省力嘛，一样。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一秒，也是一秒，3、2、1。我跟你讲，女生你就让她时间不要花在晒衣服，要花在晒恩爱，跟我。等一下，那为什么跟你做女生要晒衣服？为什么不是你晒？对啊，为什么我凭什么女生？因为她怕踏进阳台以内的空间，我会让她很累。你们都不了解，我跟你讲啊，女人最美的时候就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不可能，我那时候很丑啊。你不了解，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一个家因为有这个女人而整个存在。你要看她在洗洗刷刷的时候，你很想从后面环抱她。那她那时候有穿衣服吗？少，偏少，一件围裙啦，偏少。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样，还蛮好的，这个蛮好的，而且它空间这样可以利用很多，好吧？这是我第一样，挂衣服的一个角度，小撇步，来过来，这里过来，东西跟大家分享上面。第二项，我跟你讲啊，刚刚那个哦，我们是属于室内的空间，是。现在我们要走出户外，户外，这个户外，这个号称去啊，西北雨克星，塞巴侯啦，塞巴侯克星，先看是什么，一二三 ，What is that？ 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个是做好产品的。如果你是一个很机车的机车主，你就需要这个，因为哈，因为机车它其实我们都向往有汽车的生活，哎呦，对不对？那它就会让你有拥有汽车族的感觉，因为它是机车专用安全帽的自动雨刷，可能吧？那你叮当的就歪了。我们等一下就来实测，直接让你有。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看就知道12磅的，对不对？这不是跑了一圈。BJ，BJ，Just B。不是啊，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安装上这个安全帽，来。好，有。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试它在雨天的环境下是不是真的可以雨天安全的刷这个雨刷。那我们出动水车好了，也不用水车，我会先本人先上去尝试一下，我就头戴安全帽，头戴安全帽。然后呢，你有摩托车吗？但因为没有摩托车，所以我们假装有骑车的感觉，所以我们来一台脚踏车。雨就交给跟雨比较有关系的丰田来帮我。丰田来浇花。丰田高度，该不会这么巧吧？没关系，先这样了。哦哟，确定？好美，我没有节目了。不穿雨衣他也 OK 了。对了，现在叫他做什么他都可以了。阿伟立冬说的没有了，花田也没有节目。OK 啦，我们两个一起淋一淋啊。现在要来雨中来骑这个车，从那里淋对吗？哎，阿潘怎么没有在动？没有在动，刷一半而已。哎，他好可爱哦。他有刷吗？
没有没有吗？继续下，多一点多一点，因为他的自动反应。丰田不要停，丰田不要停。他的自动自动。你要停，大家过了吗？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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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流好多汗。哇，这是眼泪。这是眼泪。我们的眼泪。下雨水和眼泪。这种是令人鼻酸呐。鼻酸鼻酸。你这个不用洗澡了吧？啊，谢谢。带来这么棒的一个。好烂。生活神奇哦，不错不错。从他们这一项实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可能刚停结。对，从高一点开始，慢慢来，慢慢来。好了，这个就先放着了哈。他是一名忍者，忍者平时出门打坏人，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不能够背包包啊。那他的手机、饼干、悠游卡要放哪里呢？哎呦，好像变态哦。应该是步入旁吧？不是不是，我是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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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跟那个人一样，是不能有包袱。对，不能有包包，虽然不能有包包，不能有，所以说不能有包包，手机要放哪边？怎么办？忍术，手机出来术。哟，手机出来术，对，手机在里面干什么？哎，好像在变魔术，它有个暗袋，可以收在里面，放在里面，对不对？对，然后呢，手机一般是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呢，等到你要想要使用的时候呢，很厉害了，好方便哦，就什么？很方便，完全都不卡哦，因为忍者要击查克拉，是查克拉巨啊，忍术手机出来术，去，就可以要赖，要集气，就可以要赖。对，这个很炫嘛，跟男生要个赖或什么，对对对，蛮可爱的，蛮可爱的。然后呢，如果通勤族也需要，通勤族悠游卡要放哪边？怎么办？就这样放在这里，他这边，哔哔就里面有哔，然后有磁扣，哔，好，有没有？然后忍者都怎么哔？这样哔，有态度的哔，火影忍者，火影忍者都这样。火影的，对对对，都这样子的。还有什么？因为一个忍者哈，哎，手机出来住。忍者穿激素吧，好，一个忍者哦，因为很多东西，对，要补充能量，对，补充能量，你看有没有？你很多暗袋在里面，对，比如说像这边出来，对，哦，厉害了，才重重危机，零食，然后呢，你看各种包包，各种口袋都有，你看。嗯，球球，球嘞，不是你是一个忍者带这些东西，这个球你就这样，喜欢答应我的追求，对不对？追求，他随便给我一个东西，我一想啦，答应我的追求，忍者大忌啊，然后看到什么就讲生活，牙膏都有都有，非常糟糕，然后呢，重点是非常糟糕，它可以防晒，女生也可以蛮适用的，重点是呢，它收纳也蛮方便，哦，是吗？怎么收纳？你看忍者收纳。没有，一秒钟，一秒钟的收纳，一秒，三秒，十秒，为什么要那么麻烦？要干嘛？收在哪里？好方便哦！不要慌，不要慌，不要紧张，真的，真的好顺手的感觉，对啊，对啊，而且一瞬间呢，对不对？这边帮我们缩时录影，对啊，哎，然后忍术，好。哎呦！树，哦，它变成一个背包，变魔鬼山的，好方便的。反了啦，反了，反了，要这样子，不要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那是吗？怎么样？快点，坏人都来了。包包完成，好，怎么样？态度要有，态度要有，出来。其实再顺一点应该可以。你完成，你们发现一片冷漠。对，哦，求认同感。是是是，给点掌声。那这一段就介绍这个啦。对对，就是忍者大衣啦。啊，你有没有介绍完商品然后被打的经验？今天可能真的不够用啊。今天的雅琪应该算忍者大衣。一个男生穿的这一个忍者大衣来跟你约会，你觉得怎么样？很有趣吧？啊，哎，怎么没有发表一些？巧薇，巧薇，比刚刚那个猛然好，对不对？我觉得蛮有型的，可是我想到一个忍者的笑话。哦，哎呦，哎，来哦，笑话，笑话，敢在立冬面前讲冷笑话，厉害哦！忍者，忍者，来讲给我们听听看。好，从前，从前有一个忍者哈特利跟杰尼龟一起去吃烧烤，结果他们就吃吃吃吃吃吃，忍者哈特利就吃吃吃吃到一半就说你，结果杰尼龟就拿了一杯绿茶给他，
解腻，一个很腻，然后他帮他解腻，解腻，自己要讲的，不用 Q 他的尝试哈，不错不错。我要当老师。今天我要去上课的对象是裕达高职，高职你知道什么最多吗？女学生。好变态！洛丽塔、小布丁这些，不见了。我现在去找什么？女子高校生，走，赶快去上课。青春洋溢的气息，因为我算是这个名师，名师之自然会有名师的光环。各位，名师的光环。我来教你们立刻脱单，撩妹天王 ，I'm coming。坐下。我是来到黑社会的堂口，还是说全部都穿制服，而且全部都男的？哇，洋气好大。那没事的话就下课。请问在班上有没有女朋友的举手，超过一半以上，没问题，举手这些同学，我跟你讲，你们有救，同学们，把你们的左手举起来，我们来呼一个口号，我要恋爱，我要脱单，直销，我要恋爱，我要脱单，掌声鼓励。我要传授你们本人张立东的心法，撩妹的心法就是撩妹三式。老师先问大家，请问大家对老师了解吗？不了解，丰厚的战绩，来，张立东 ，LB， 张立东，玛丽，张立东，鸡排妹，张立东，陈慧欣前女友，张立东，山上有氧，全部掌声鼓励。你们这些平时保证，请问我今天到底来上什么？其实我是很想示范，可是我放眼望过去，全对，一句话，没有女生。我们要找到女生，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找女生。等一下老师好不好？我现在要去找示范撩妹的妹。坐在中间，我觉得好舒服，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不想上课，太多男生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女生班，我带你去找妹。你说什么？有一个女生班，我带你去找高中女生。女生班哦，女生班哦，都是女生的，全部都是女生。那我们在等什么？走。嗨。你们谁是班长？谁？李赞、建林。老师好。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吧？有同学想要当我示范的对象吗？你很活泼是不是？我随便讲一个，有一天小赛走在路上，他就被端走了。这么捧场啊？笑话还要好笑，对啊，那就你好了。那我现在就要传授大家真正的撩妹三式，第一式叫做口头表示法。雨辰，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射手座。错，你是我的代表座。啊，对，就是这样。你是什么血型啊 ？O 型。错，你是没有我不行啊。现在天气有点变凉了，你知道现在几度吗？二十
28度。错，现在是爱你没法度。第二式叫做学习表示法，这是一个目前世界上公认最难的一个数学算式。给一下答案吧。X 是五 ，Y 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I love you， 掌声鼓励。最终一次叫做这个道具表示法，璎珞，璎珞。你找你找的好苦，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御前带刀侍卫，富察傅恒。你知道我这一把是什么刀吗？什么刀？来，念出来。来困温刀。来困温刀，好走。好笑的。你不能把在这里演过的都拿到那边去演。最后一招。为您介绍2018最新脱单神器——灯令天子灯，只要放在女生的手上，问说：“请问谁谁谁是你的真命天子吗？”是的话，真命天子灯就会亮。权志龙是我的真命天子吗？没有，表示你们目前还没有缘分。那你问一下，好，那不然勉强要你问一下我好了。灯立东是我的真命天子吗？哦，这样的这么明显，道具啦，张立栋，全子龙，张立栋，好，就靠这一台，好不好？全民天子灯推荐给大家，谢谢。最后再呼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我要恋爱，我要脱单，我要恋爱，我要脱单。你这一堂课几乎我们都看过，都演过了。观众朋友如果就觉得好眼熟啊，在哪里都不断的出现。这不是重播，没有没有没有，中间还是有一些很精华，但是可能因为碍于长度，有剪掉，剪掉。对对对，有一些写的。学生好像满意蛮高的，来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到底几颗星？来来，张立东几颗星？一二三，五颗星啊！至少他们当做一个笑话在看，对啦，对，听听同学怎么说。觉得地方是适合当老师吗？觉得还蛮适合，就是上课的期间还蛮有趣的，上课蛮有趣的，我觉得蛮有趣的。教课比较幽默一点，还蛮惊艳的。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帮助我很多。哦，学到 my man， 我还没有学会，以后要靠他。你会对于朋友就是两位的吗？会，但这个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立冬是会受女学生欢迎的？他那么会讲话，应该吧？他外貌，外貌，跟我差一点。这是多问。你有什么话想要对立冬说？立冬，你真是撩妹之神，我真的好崇拜。立冬哥，你是我的偶像。一起来欢迎。哎啊，小熊饼干的，小熊饼干的，出场三号，想选三号入住的情景剧。现在我们现在要发表，他真的知道要互动，这就是要死掉。我们在录节目，雨婷，你们怎么这么沉默？还有张代表，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发表一点，而且你看到真节真爱表示，你看我加这么多水饺，我们在录节目，我们怎么这么沉默？节目都有真爱表示。有钉子真的，而且你的这种鞋靴，不是你看我加这么多水饺，女生帮我煮水饺，就是我的女主角。你那么多有钉子，有钉子真的妈妈记得哦。水饺雨婷多，你看
有没有想亲爱的女生帮我煮水饺？讲不出，就是我的女主角，就是女生的连接点，我一定要打通，天天见面。OK， 好，各位啊，你们两位的选择，有没有想争取？你说怎么样？你可以放弃，你可以争取，你们两个都是争取的机会，你不一定有争取的机会，但是你不能决定。你们两位的选择已过，对，现在选择权落到了张立东手里，你们两个都争取，你都可以放弃你的利益的机会，但是你不能决定人家对爱的对，现在选择权落到了张立东手里，张立东不敢看，我就要决定倒霉鬼谁。要死掉了！我就要选你。谁？不是我背的是要死掉，穿上袜子，不是啊，这个袜子有健康身体的疗效，对对对，健康舞蹈袜子。不是我的设计是拖鞋，对，然后穿上袜子，但是没什么，不是啊，这个袜子有健康身体的疗效，它有健康舞蹈袜子。这个是有经过血道的那个专利，这个专利没有专利的，已经设计在里面了，直接设计在正面哎，连鞋子都不用穿的，我们整个小朋友围在我们一整天的小朋友，有经过血道的那个，这个专利，这个专利，专利，来来来，直接设计在里面哎，连鞋子都不用穿的，逃还逃不掉，那我们一整天就在想这些怎么对的，来啦，来挑战，我们过山。真的要死掉了，真的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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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冷汗，立冬那个话，立冬那个单珠会已经下到小腿，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嘛？
出去了。非常的敬业，非常的敬业。你是不用。那这个女生是怎么样？这个女生就是她，我跟她是在大概两年多快三年的节目中认识的。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是我们是主持搭档，然后呢，然后就慢慢的变熟了。主持对，慢慢变熟，变熟之后呢，可是因为我想比较多嘛，我怕我们万一交往了，然后分手了，再主持就工作上面会尴尬，会尴尬。然后后来证明我也不会了，已经有过那么多经验了，对对对对对。那个人就是阿乐。直接讲出来了哦，就是阿乐哎，阿乐，真的假的？还跟你妈妈见过面？对对，因为他阿乐是那个彰化人哦，然后我是台中人嘛，所以我们都算很近。他然后他最近到这两年，他都有顺便来我家拜年，过年哎，拜年还是很熟啊，对对，赢了我一些钱回去这样，故意输给他，对对，故意输给他嘛。那因为他的外形算偏我的菜，就是小只的，又然后笑起来眼睛是眯成一条，会笑，对对对，然后看他就觉得很疗愈。然后呢，他时不时他有时候他会传那个，因为他有养一只猫叫秀秀。秀秀秀，然后他就会传他猫的影片给我看，然后那时候我看着就会说。好，他好像我的小孩一样，然后幻想说有一天我就是他的那个猫的爸爸，这样视如己出，就开始有一点有 feel 了。而且他喝醉啊，那女生还会过来关心。哦，那一次真的很感人哦，因为我那一次是因为聚会，然后真的喝太醉了。OK， 然后我就拨了电话，我不知道我有拨。哎，喝醉的时候打电话给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人，就中了。而且后来有 check， 就只有打给他。然后很感人，是因为我醉到我不知道打给他，不省人事，我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他就说，那他就我他看到他就说你。我他就叫我把电话给旁边的也不认识的人，然后跟他讲说在哪里这样，然后他二话不说他就坐计程车来，哎呦，然后来接我回去，哎呦，然后因为我又很醉，我根本不知道家里住哪，问都问不出来，然后他可能以为我是故意不讲，可是我是真的太醉了，然后就讲不出来，然后他就是找我电话簿，然后找问我的朋友，然后才知道我家在哪边，然后送到我家，他还。熬汤给我喝，熬汤给你喝，熬汤，然后在你家厨房熬汤，这个就不寻常了。他就是那自己弄一弄，那他还知道你家那些锅碗瓢盆在哪？就大概他就自己弄，就是像泡面的汤这样，然后用热汤给我喝。OK，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不得了，就慢慢的觉得，而且我们就是会。时不时就会通电话，哎，他就是成为我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听到的那个声音啊。睡前会聊，睡前最后一个，那就睡前最后一个就是已经在一起的，直接打给他，好吧？来来来来来来，好紧张，什么好紧张？一开口就失败，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把你配拿出来，要不然健康步道来应该就 OK 了。所以结婚步道比较健康。喂，笨蛋，这个吧。笨蛋，在滑手机啊。还不睡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啊？你刚刚是怎样直播还是在开直播？在玩电动。电动。啊，你明天有工作吗？好像没有哎。你有算一下我们认识多久吗？谁会算这个？哦，我有算。你说真的假的？我们认识大概984天。好。你知道我喝醉了会找谁吗？找代驾。哦，对啊，我不用，我会找你，因为你是我的代驾新娘。你这个是不是跟别人说过？没有啦。你这个跟别人说过吧？没有，没有啦。那个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了。我感觉，就是我，就是这900多个日子，我觉得你是算很符合我这个条件，我自己觉得。然后有点心动，我希望你如果是猫，我就是你的逗猫棒。我会带着我的逗猫棒，我会像逗猫棒一样。让你开心，这听起来很重。不是啊，我是想说，如果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可以朝男女朋友的方向迈进。未来再看看好了。看看未来是
可是我也37岁了。对啊。我妈，你也看过我妈。对啊。我妈说她想抱孙子。对啊。之后啦，之后，现在还太忙了，好像不太适合。按照明天呢？明天是比较没那么忙，但是可以再之后一点。对。好啊，好啊，我准备很久，可是我有点紧张了。对，然后为什么？然后你也再想想，我也再想想。好啦好啦，我没有喝醉哦。好。好啦，知道。好，笨蛋，拜拜。早点休息，拜拜。拜拜。哇！好冰啊！对啊，你是亮亮亮，没想到受伤的是张立东，真的怎么办？对，真的好尴尬，我也穿这个，去爬山去啊，去厕所处理一下啦，快点快点，你我讲了，你跟拉拉啦，拉拉两个一起啦，在告白的时候最忌讳就是嬉皮笑脸，还在那什么，对，你还是我代价，你是紧张，你要跟他讲紧张，我已经现在全场不得不发，我看到你我。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就是要这个会中吗？会啊，没有。可是因为我觉得你夹杂了太多，应该会被告吧？我没有喝醉，但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女生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哦，我只是把这个感觉告诉你。醉，当然你不一定是喜欢我的，对不对？是，对啊。他打枪你的时候，你就顺这个事，他已经打枪你了嘛？对。问说有吗？他说未来啊。谦哥你喜欢吗？不要再也配了。请问一下，可以跟你借个打火机吗？我没有。啊，那为什么你点燃我的心了？直接走掉。哇！请问一下，这边是不是高雄啊？是台北。哦，那你怎么让我坠入爱河？因为看起来太奇怪了。为什么？明明比身上还帅啊！我头发比身材还要多哎！你看我老是撩不到妹。别担心，担心交给我就对了，对了。哇！我就是人称把妹神器、撩妹天王的张立东。师傅，拜托你帮帮我！我也感觉喜欢很久，女生都死不了告白，再撸下去，我跟我家被青蛙了。拜托师傅，拜托我。没关系，遇到我一定帮你脱单的，好不好？不要说我是这个撩妹天王，成为一个天王，他一定要有一些战绩。OK， 比如说你看，可以有没有？有有有，这些。都是他们主动跟师傅拍照的，我不想你知道吗？我就在这边分享一下我独特的心法，就是快很准。所谓的快，你一定要让女生在第一时间就对你印象深刻。哆啦 A 梦如果骗人，他变成什么？哆啦 A 片。还有一个，如果哆啦 A 梦今天变成哑巴，他会变什么？哆啦 A 告。也有效有效，哥哥，第二个狠，好不好？对女生这个气势一定要狠，所以说你见面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你如果一僵掉，你的笑声要狠笑三声，哈哈哈。再就是准，对不同的女生，你撩她的点要准。你知道现在天气几度吗？我不知道。其实爱你没法度，我爱你没法度。知道飞行轨道是什么？那你知道？哦，好，那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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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啦，你算是我第一个入门弟子哦。终极大挑战就是我今天帮你安排的这位女主角，可以说是你心仪很久的一个真命天女，她就是 Latin Girls 热天女孩的曲艺啊，真的假的？真的。哎，我这样我反而我有点不太敢进去。不行，放心，是啊，好，我就在旁边用蓝牙耳机 support 你。OK， 好吧。而且明年的今天，师傅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哇，好不好？哇，哎，明年今天你就可以代替他带给你们周年纪念。OK， 好好好，好不好？爱的迫降来了，让你久等了。为什么是你？哦，是立冬吗？好，立冬，哎，他等等就来了，对。这么突然？哦，对。他要干嘛？好，哎，没关系，我先陪你聊。哎，你今天很漂亮，你今天特别漂亮，因为每次的美我都有看在眼里啊。
安全学这些东西。哎，不知道看到你的这些词汇，我就自己跑出来了。私底下这么顽皮。对了，看到你就想调皮一下。哎呦，不错，调皮还想调情啊。太油太油。啊，这个。好太烂。有。大笑三声，尴尬了。就是在每一个词观想成。哈哈哈，这哈的点也还好还好。还好。对，都在想你啊，都没哪有时间想梗。好。其实我已经想好一阵子，我未来只想有这个女生。我已经想好我们小孩的名字。我已经想好我们小孩的名字了。我是培根嘛，你是曲艺。我是培根，你是曲艺嘛，所以我们的小孩要叫一根。孩子名字叫一根，他第二胎叫两根，第三胎叫大根。今天不是张立东约我的吗？我怎么跟？因为明年就是我们，因为明年就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今天约会的开心指数0到10，你给几分？给5分哎。5分，那我们等一下继续约，再多给5分，这样就100。再给你多一点时间吧。哦，对，没关系，那我们再约第二次吧，5加起来就一。手不要一直被动吧，这个是大忌。对啊，打自己一巴掌。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剑手，我这个剑手。那曲艺说今天的约会只有给5分，对不对？对。那如果下次你还愿意跟我约下一次吗 ？OK 啊。那你吃到体重机破表，抱歉，好，这个烂梗再自己打出来。虽然告白失败，但还是约到下次约会。下次约会可要好好把握阿培根。谁？副歌来。谁？会给我走出来，崩溃耶！没关系，真的还不错。我来找立冬理论一下，你有局的时候，我都设计给你。是，我有局的时候，你就说 say goodbye， 对线。say goodbye， 对线歌唱。say goodbye， 他敲对他唱。你以为听到了？听到人群中。我没有听到你对线歌唱，对线歌唱，谁不办？那我们节目代班那么多次，我们弄那么多懒懒给你，对，有的没的。懒懒是他的啊，懒懒对。哦，我是绿东的，记仇记恨。张绿东，张立东最喜欢哪一位绯闻女星？一，方志友啊。二，乖乖。三，小茉莉。不能问这个啦。哎，住嘴！哎，住嘴！看上面，他刚上次都没讲话。用笔的，用笔的，用笔的，用笔的还讲话？用笔的，用笔的，用笔的，用笔的。好，请准备。拿高，1、2、3，开！哎，问题方志友已经嫁人了，不是吗？不是，因为他交情比较好了。哦，对不起，他刚有笑到，出糗起来了。哎呀，哎，好了，一题过了，可以了，可以了。他帮你自己要睁眼啊，厉害哦，睁眼把他打掉了。第二道题目，张立东看妹第一眼看哪里？一，胸；二，腿；三，脸。1、2、3，出来。白目，人会变的，人会变目。没有，脸跟胸你都有啊。对啊。OK， 好，举高。熊熊最常穿的比基尼是什么颜色？好，一红，二白，三黄。1、2、3。有了。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知道啊。对啊，你没有。
红色很少会穿哦，那黄色又挑季节哦，红白色比较百搭，红色是特殊时期才会穿。你说抓交替的时候，对对。哎呦，分数很高，两题喽，厉害哦，厉害。来，下面一道题目，熊熊，不要这样，哎。不紧张，他会看到。对哦，哎，以为我们傻瓜，不傻。这个角度厉害啊！举高举高。我鱼也看熊熊交过几个男朋友？一三至五位，二六至八位，三八到十位。连小熊也不知道。以上皆非。好，注意了。一二三开，你喜欢打打到退出演艺圈了。最后一道题目，熊熊的初吻在几岁？一十七岁，二十八岁，三十九岁。一二三开，来，你这个交友条件是什么？就是可爱甜美型的啦。好，交往次数希望女生尽量不要超过三次。哎，可是你那么多次，至少代表她应该是年轻的。哦哦，对不对？是要确保。哎，可是有的人一交往，我现在在，我设这些条件都在防范制作单位。哦，对对对。哎，但有的一交往事不过三嘛，交往久不要三次，然后也不要烟酒傻。对对，不要烟酒傻。那刚刚那个就已经烟酒傻了。对对对，要低音稳，然后高音清亮，然后头也不油不腻不臭，就是要，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可以，如果她。干净，每天都会洗头的话，代表他这个人一定做事非常要求哦。因为洗头对啊，女生来讲是很麻烦的事情，表示他其他东西一定处理得很好。我们直接来看看几个，哎，蛮多的，哎呦，十一通，哎呦，希望哦，哎呦，不错哦。但要我跟你讲，要严选，从名字看交往次数，有空姐 ，Kimi 调酒师，哎 ，Kimi 哎可以，调酒师 OK， 因为我本身会调酒就会调酒，小酌真的，打勾啊，打勾打勾 ，Kimi 少啥空姐啦，哎，因为我本身没有空姐，没有教过空姐，没教过空姐，没有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哎，三次了。美美啦，二十二学生哎，感觉哦，三次，对对，三次哦，三次啊，刚好符合你的要求。我觉得打给 Kimi 啦，调酒师应该 Kimi 啦，算晚睡的，对不对？会不会还在工作？哎，也有可能哦，还在调。你好，喂，请问是 Kimi 吗？嗯，我是。哎，你好，我是立冬，你是不是有报名那个大热门的联谊？有，可是。我好像不是报你立冬哎，这张立冬哦，你是报到方顺吉那一组？不是，你不是不是，你是调酒师嘛，对不对？对。那你喜欢我哪里啊？我是喜欢肯纳。不好意思。无风度诶，无风度诶，不巧你也可以让人家跟肯娜聊天。对呀，你好笑呀，你们报错组，好像报错位。这个就是真的 ，the one you love， 还是这是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对，啊，你选择爱你的人干嘛？我跟你讲，我这一生我都愿意选择是我爱他。然后跟他在一起，我为什么要被动？因为他爱我，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好，那我再叫他回来好了，对不对？你刚说你来棚内看，我还可以看到可娜哦，傻傻。拉拉，你会爱我吗？哎呦，啊，这么突然，这么突然，什么寸断？他吓到了啦，我心情已经不好了，你还这么突然。好，再再一个，再一个，谁要谁打打？美美好不好？美美可以叫他学生，学生三次的。哦，好好，会不会这个也是可娜的？不会全部都是肯纳的，我想说你都没有，然后播一些给你，还想说十一次报错，还想说十一个人，其中六个都等一下，不管来了几个，你们都可以选择一个跟他进小黑房。哎呦，喂喂，请问你是美美吗？我是啊，你是立冬吗？哦，哎，你听得出来是我的声音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一段啊。哇。美美是你本来的哪一段啊？忠孝东路
五段还是？美美是我啊，你还忘记我们之前拍一集就在一起吗？哎呦，哎，不行啊，你们不能来乱的。哦，没有，真的。什么？啊，那不是，那好，那你是最近才叫美美吗？还是没有？我一直都叫美美。哦，那我们那一段大概多久？半年前吧。那哇，我给你的感觉是舒服吗？舒服是啊，是好的，是好的啊。就不是半年前，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差一点在一起哦，差一点在一起哦。那所以是最后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因为你没有选择我。那你方便来三立摄影棚让我看看嘛，聊一下，说不定我之前做错一些事情，好不好？好吗？好，好好好好，那谢谢你哦，等一下见。好，拜拜。拜拜。好 ，OK。我有一个预感，咚咚咚锵。什么预感？等一下进去跟你在小黑包厢的会是谁？你知道吗？谁？神父。报警！报警！我有罪，这样好了，站着等好了，站着会是有人来吗？张立东，开。请开门。是哪一位？是我哦，美美，美美是吗？是你，差点在一起呢。后来他酒醒了，对不对？真的，我本来续前缘了。我没有见过。有啊，上次也是在这里配对啊。我知道了，选三个门那个是不是？对对对，你是我都有改善的啊。你那次是说你下面有味道啊？我已经改善了，改了，已经改善了。有看医生，他说是脚是不是脚？对对对，我今天洗的特别干净，希望有机会可以进一步。洗的确定有？哎，那感觉美美很正常来报名的，因为上次失败嘛。对啊，可是雨谦嘞？你怎么了？怎么会？你怎么回事？雨谦长得很漂亮，因为我们好像在节目上顶。我遇过一次而已。你来报名吗？其实我是被逼来的。什么意思？被逼来的？为什么？哦，遇到那个，他逼我。对，因为我怕没有人。220，你有？我太害怕他们了嘛。你朋友，你等于埋伏了一个暗装啊。雨谦，你跟他是什么关系？节目认识的。节目认识，他刚好又在附近有空了。你自己挑好了，好不好？你是慎重慎重。对啊，这很明显吧？很明显，就是美美。对啊，对。那我就这样觉得好了。如果我自己选，又好，有点尴尬。我跟你讲，真的让你爽到，好吧？三个一起进去，来，最来你这边，奇人之福啊！是呀，来，不是，你们两个，来，好好好，我们坐坐看嘛，不一定坐得住。一人一边，一人一边，可以。这什么？坐过去一点。好挤哦，好挤。不会，蛮舒服。好，计时13分钟。久了，那我们都下了。三分钟，不约好。我没等爱困啊。空气有点稀薄，如果三个人的话，赶快聊一聊。预备，计时开始。哎，雨谦你好。嗨，立冬。还没啦，还没。先等一下。嗨 ，Jacky。啊，最近还好吗？挺好的。对了，那我跟你讲，虽然我是勉强你来的，可是你有没有比较欣赏我哪一点呢？还是你很幽默，我也觉得你很幽默，我就是喜欢你的幽默。你可以看我一下吗？啊，我脖子好像有点僵硬。那我要跟雨谦换位置。好，没事。好，对对对，好了，你那么喜欢我嘛，对不对？对，很喜欢你。所以你是因为我的幽默感。你的幽默。真的、啊。所有幽默。所有。包括脸是不是？不会，我觉得你很帅。怎么办？我要想我妈哦。你想有母爱吗？好，我可以给你。好，没事。啊，你现在几岁啊？我现在22岁，可是我现在36岁了哦。没关系啊，我未来职业是做你的老婆。哇，会撩哦 ！I got you， 以前你帮我回答。祝福你们。不是这个啦。以前讲话好撩撩。
祝福你好空灵哦，你看好我们两个是不是？可行的，可行的。好了，阿妹妹妹，你是哪里人啊？我是台南人。哦，我是台中人。很近啊。近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就坐隔壁而已啊。哦，好啊，好啊，啊，所以你喜欢听我讲笑话就对了。对，你可以撩我吗？啊，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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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还是要撩你了啊，妹妹啊。我本来有抽烟的，但遇见你，我就不抽烟了。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心不在焉。哦，没有很认真撩，没有很认真撩，撩得很敷衍，撩得敷衍，然后撩得敷衍是闭眼睛的。不然你撩雨谦可以吗？我想一下哈，有有有，哎，看你们没有话聊。不是雨谦，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毅力的女生吗？算，算是是不是？我也算是一个很有毅力的艺人，那你敢不敢跟我一起比一下毅力？要怎么比？就是尬一下毅力啊，敢不敢？尬起来。好，那我就决定尬毅力哦。哦。厉害啊，美美，怎么差那么多？没有没有，我对你一样啊，心不在焉啊，心不在焉。进来到下里都心不在焉了。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很欣赏你对我的欣赏。对啊，我在讲什么？你是大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蛇是喜欢吃生肉的，但我不喜欢。快吃吧，会饿的。肉要煮熟了才能吃。你饿了，我会心疼的。你干嘛？放肆！舌头。还不吃吗？不吃是要让我再亲你吗？不吃。我要你再放肆一次，再亲一个吧，宝贝。哎，不好意思，哎，不是要再亲一个吗？
你不要来找我，我自己会过得很好的。我曾经梦想着去看星星、月亮、云海，但现在似乎都做不到了。白雪，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想找你，我要跟你 take a break。我在诛仙台。诛仙台。如果我跳下去，就能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夜华，你就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也放过你。我们就此永不相欠了。不，你不要跳。咻！你听我说。好快哦。你还记得你给那小蛇的一吻吗？那可是我的初吻。如今你夺走了我的初吻，我今天要抢回来。我要给你不同种的蛇吻，我要让你抢回来。这是牺牲你的又牺，不好意思。所以每一次啊，就是说人有时候就是因为一次的表演，是是，好吧，哎，我们退后一点。客人我是赵个田，这里在访问，好吧？赵个田，我赵个田，先不要，先不要，你可以到诛仙台，那边都是你的舞台。我们今天才知道，其实你是会唱歌的，而且又能演，又能演。然后你在那个演戏当中，你要克服万难。跟鬼演戏，然后你都不会笑，那你到最后才在笑，你前面都 hold 得很棒，然后最后还要给你一个不同的舌吻，好难不笑，好啦，回来，别呕了，没有了，他真的很像，但叫你这个演赵又廷，等于是与虎谋皮，对呀，没有，他演赵又廷多年了，蛮多人比较辛苦。但更辛苦的是观众。不好意思，我们先道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赵又廷。对了，刚刚还骗他们。赵又廷了。其实眼睛蛮像的啦，我觉得眼睛眉毛。眼睛，好，算了。头发比较像，造型稍微改变，比如说过来一点。对，那再过来一点。哦，这样就越来越像。要交叉的，对不对？这样越来越像，露出一点点。好，来，哎，张立东，干嘛？你怎么只帮两个菜？调整，对呀，对啊，而且兰兰也辛苦了，这一大段时间呢，要受尽这个立冬的骚扰。不是，今天听说妈妈来了，妈妈也来了，妈妈这里，妈妈现在是妈妈很漂亮哎，哦，兰陵青霞嘞，哎，这个妈妈就是有兰兰年轻的时候的味道，真的，兰兰年轻的 Crystal 啦，水晶晶啦 ，Crystal 水晶啦，哎呀，水晶晶啊，兰兰呢，在这个台湾的艺能界里面。慢慢有成绩了，在我们这边发扬光大，还在别的地方有主持节目。他拉古天里面第二漂亮的第一个是谁？第一漂亮是没有，大家都认为是艾蓉啊，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怎么突然间跳出来？哥代表大家。我们的 MC， 对，主持人，主持人啊，太可惜，今天 MC 有来吗？我还没来，还没，要小心哦。妈妈在，妈妈在，不要乱演，好不好？啊，立冬会喜欢吗？妈妈这样会不会觉得困扰？哎呦，啊，你跟妈妈表白一下。我虽然不是台南人，但我可能成为他男人。妈妈讲，哎，妈妈害羞。妈妈想告我，妈妈，你觉得张立冬这个男人怎么样？很好，很好，就唱好。
据点。很好，请离开。他是用一个很真诚的，你要我帮你委委实现讲这样话。他其实哦，是因为我们是谐星，他要搞笑，所以不庄重。啊，其实他内心很庄重。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要不要交往，要看谁先着床。不要乱讲啦，哪里有庄重在哪里啊？着床一点都没有加分。等一下，妹妹，我觉得你有一些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好，没关系。我的专长就是，这是十元，把小的东西变大。好无聊。对，妹。无聊。想当年，我可是校园人生学校小霸王。今天我就要用我颠倒众生的魅力来征服他们。这是什么？十元。Super Junior， 吹十元，吹十元。各位同学，大家好。你好，我是今天新转来的这个转学生，大家可以一起叫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是张立东。很好。踢到铁板。小学生怎么不吃这套？你有男朋友吗？立东，我们要开始演。为什么你要创造东东这样丑陋可怕的生物？我要改成东东啦，结果连你也遗弃东东。东东是个不幸的无依无靠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东东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东东现在要找人。科学怪人，科学怪人为什么决定从德拉塞这里开始认识这家人吗？老师学过。好，我举手了。来，请回答。哎，回答什么？德拉塞，因为他看不见。盲人。接下来我们来玩词，好，预备开始，同学好，意志、忍耐，意志、忍耐，什么？忍耐，我要讲什么？老鼠屎。哎呦，被撩了！老师，吓到！脸红哎！老师真的害羞哎！我是老师的男朋友了，没关系。结婚了，老师结婚了，婚姐吓到婚姐。没关系。
老师，你是什么血型？我 B 型。你不是 B 型。我怎么写？你是方形。不然你怎么这么正？头到尾都在撩老师。接下来的老师帮你们做最后一个活动，请你们挑出这十三个词语的其中三个词语，对，把它串联起来，一个故事或一个句子。现在开始计时，来，第二组，请一个同学把你的单词给我上来。好，张立东跟老师约会，一路上精疲力竭，老师被立东帅到昏厥，最后瘫倒在立东怀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非常的通顺。什么班级啊？立东同学，哎，去我们等待会想的地方把它完成。好，好，我今天要来考试了。第一题哦，注音测验，间谍琴声，间谍琴声的间也太难了吧？间。几分？你的撩来撩老师，因为君老师很漂亮哦，我上很有气质，很有气质。但我上的那一堂是早上第一堂，哎呦，就八点的课，哇，上完要考，而且重点是六年级，他们是国小六年级，六年级的，我文是我非常难，算是这个。如果任何的外国人来，都通通挂点了。对，但我觉得我既然是压轴，我应该会跟这个一样。哪一个？拿出来，拿出来。哦，烤鸡。哦，烤鸡，烤鸡，我一定会烤出好成绩。就问了这一句，你在那边吹半天。据班上92分，张立东考出48。啊，刷赛。冠名，你怎么面对？其实我这个人比较简单，我会看好的。如果是好的评价，我就把它置顶。那如果我就感觉我就自动把它置顶，然后那个难听的我就自动把它排掉。问题是有一些人他讲话如果骂到自己，牵到自己的父母、家人，不哦，那不完全不行。我有一次就很生气，哎，对，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你知道？他扯到我妈，他说连你妈都比你好笑。哎，这个对啊，这个你千万不要封锁。我先问我妈，有这样吗？这就够了，是 OK 了。来，我们来看看网络民调第一题。你喜欢张立东吗？有一点动，有一点动情。歌名是歌吗？喜欢，很不喜欢，很讨厌。哦，这个两好两坏啊。没错，对不对？哇，怎么样？你觉得这设计题目的设计？我觉得。很不喜欢跟很讨厌，人家会所有冲动想去点，真的吗？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来，哎，有过有过，哎，你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没有没有没有，爱你，大家是很好的。你看，哎，1000多个喜欢呢，对，哎，好傻啊，很。哎，这样有一点动心，这样加起来也有快80%。对呀，有一个粉丝留言说，选择有一点动心的人写说，我动的是恶心。好笑，真的好笑，是恶心。如果你这样留言给我，我也觉得你我动的是恶心。这种留言绝对不会被封锁，对，好笑，我们还会暗赞，都是搞笑的，交流交流交流，厉害厉害厉害，对啊。有一次在台中想找他合照，无意间让我听到他说：“我只跟妹照相。”哦，哎呦，你在开玩笑对不对？在开玩笑，因为我旁边可能真的是我亲妹妹，我台中人，对啊，对，真的啦，我真的台中人。你整个台中都你妹妹，我台中，我是他妹啊。身边女神太多，把我女神都拔走了，因为他跟熊熊很好。请离 L B 远一点，就是熊熊跟 L B 的粉丝留的。真的吗？啊，你跟他们那么好，有没有什么好结果？就是看的，就是
看得到的感情很好，看得到吃不到。讲内心话，没有，不是啦，讲出来了，差一点，讲出心是啦，就是看得到，很好的朋友啦，很好的朋友。差点说六嘴，不用担心好不好？不用骂我，真的不用担心。喜欢的，我没有那个能耐。喜欢有看吗？哦，喜欢喜欢，至少没有上磨铁或约炮。你怎么知道？干嘛？我是没有被抓到，对不对？没有啦，不是没有，一半，只有一半，约不到，约不到啦，平庸，综艺之神眷顾的男人，哦，把妹之神又不做作，对，很白痴，但晕船那集很认真，很敬业。OK， 对对，那个船上吐，在船上吐，对对对，只要真心为观众表演，大家都能够有感触，当然当然，好吧，来看第二道网路民调题，来，你最喜欢看张立东在节目中展现哪个才艺呢？应该健康步道会有，对，撩妹，真的是金头脑，讲笑话，变魔术。太健康，哎，我跟你讲，真的大热门那个啊，健康步道啊，真的是太多人从未听过。我去那个，这是什么买东西？他说，哎，傻眼，那个健康步道，哎，我家有，你要不要踩一下？是是，我想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那可以 FB 改名字吧，踩不完的健康步道。来，一起来看看答案，来，民调结果有没有看到？你可以代言健康步道，真的啊，可以啊。但是回头这样想哦，你在健康步道上面的演出是节目里面最精彩的，真的。你因为不会讲话，讲那几个烂笑话，你在讲笑话，对啊，人家就动心，哎，真的耶，撩到网友支持你的做法，他说他这个部分就好笑，其余就不必了，把场子搞冷。撩妹很好笑，应该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笑。然后讲笑话，冷笑话效果不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对。但是要有人要请你更新一些笑话，更新笑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更新，来一个，来一个。什么水果最喜欢打招呼？啊，什么水果喜欢打招呼？谁？答案是柿子，因为柿在哈喽。柿在，真的要更新一些。好，来一起来看看我们下一题的民调题，来。你对张立东的印象是？哎，主持人、谐星、演员，还是靠把妹红的人？这个有一种不难知道，就是知道嘛。哎，我觉得有可能主持人，有可能哦。哎呦，哇，哎，谐星呢？谐星不错哎，对啊，可以呢，谐星可以哎。哎，把妹红才30%，对对，也不错。慢慢洗白了，慢慢。主持人4%。主持了这么久，演员更伤人，0.2%。人家演过漫画，演过很多角头，角头少女时代，然后这么多阳光普照啊，对，你最后一幕有出来，你演的电影都很红，断掉都没有人关心我，对对对对，就是你啊，出现 ，OK， 好啦好啦，还是有人好选择谐星的。不用伴奏，已经能走。这样子，哎，这个立冬会走心，你知道吗？会走心啦，他对长相会走心的。台中赵又廷，我是好长得平，长得不凡，那你有不凡的想法？哦，这个也有读书哦，把妹方面哦，选择靠把妹红的，全民禽兽不是叫假的，全民禽兽，这个蛮好的。主持人还有也是有人说啊，张立东是非常有潜力的星星，综艺主持一把照，哎呀，一把照，演员啊，有一个小混混很逼真，对，没了，欧脸呐，不错不错不错，明白明白。所以你看啊，这个点点滴滴的广植福田呐，对不对？什么地方要冒豆子出来不知道，加油。好吧，来看看我们调查 VCR， 请看。来，这个你等下带着哦。口罩？我有啊。看一下，我看。戴一下，戴一下。路人看不看得出来？可是我跟你讲，其实我戴起来还是有明星的光环。有没有？对啊，还是 OK 的啊，你看还是会认出是张立东。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做艺人最需要就是听到一些真心的，因为有一些键盘魔人，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是恶意的。那我如果觉得是真实的路人的反应，他们会讲最真实的。那如果是好的评价，我就站出来给他鼓励；坏的评价，对我们不好的，我就站出来给他一个谴责。没有，我可能会应该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我在网络上算是好不好？好评哥，你就 open， 你就给他录那么久。张立东的印象
立冬吗？没有很熟，可是他好像常就是被那个你们捉弄，比较像是丑角的角色这样子。很会撩妹，很好笑，很幽默。有唱是歌手吗？嘉哥是歌手吗？不是吧？演员。我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对不起，一般般，一般般，一般般。就可能有朋友聊天有聊到，嗯。你朋友会聊到我？太过分了！张立东，你好，我是立东。你好，你好，你好。他好像很常跟什么什么什么圆圆还是什么熊熊之类的，那个就是什么传绯闻之类，好像说约女生出去什么的。所以你对他印象是他的绯闻吗？对。我对他印象只有他唱那个什么张立东，张立东。好难笑就有自己的特色，好，啊、让大家记下。我一般般。干嘛？对不起，我才要对不起。节目上比较好看，还是现场比较好看？节目上，节目上啊，现场，现场。哎，这样是好的，这样是好的。节目有上相啊，上相啊。如果他撩你，你会心动吗？应该不会吧？哎，你好，好好笑。什么的，我还没讲，你是说好好笑？那你觉得他的长，以他的长相跟这些正妹传绯闻，会不会觉得很没有天理这样？是蛮嫉妒他的。不用嫉妒我，因为我。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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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比我帅多了。那你们觉得他是那个女生会喜欢的类型吗？我是不会。那你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你刚说什么？你在脏话吗？没有，说的很尴尬。我在尴尬。查一下长这样。他长这样啊。照都掉了，这个很好笑的。男主骂得很厉害，他骂最凶。他说很难笑，不好笑，骂最凶，一般般啊什么的。如果张立东退出演艺圈，你的看法会是什么？可惜吗？好不好？这个很棒，这题目很棒哦。这刚好是他现在目前最大的切身问题。对，有在考虑。关键题啦。哎，可惜。B， 这很伤人。无感，不可以。开心，开心。B， 终于。哎，不行，这个有点太真。这题不好硬啊。太硬，只有一个，只有 A 是 OK 的。对，只有一个，三个很不利耶。这个选项太厉害了。这什么针对题哇？无感还不错啊。对啊，对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民调结果是什么。来，请看。可惜啊。我是喜欢你的啦，真的，大家觉得可惜的原因是因为健康辅导这项产业因此会陨落，就没了。对啊，可惜他走了，他的房贷怎么办？替你可惜。他是我房贷的经理留的。他说你新一代最好笑了。对啊，纯粹趣味啦，趣味啦，对对，好玩，继续勇往直前，是吧？Fighting。